新闻就出现了，出现的时候我回到教练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哇，我就不敢相信，我发觉，顿数很多。我是6个月就减了20公斤哎。你看我今天这靴子都带了几步气，我今天到现在为止走了几步？10631。因为我是坚持不穿鞋子的哈，后来我就用那个包起来。 你真的很坚持，你看走到那个脚底的脚皮破，但你坚持就是包起来，就是不要穿鞋子。